丽华，我最近吼伤过无闲啊，拢无时间带你去餐厅食饭呢。结果天意公伯哦，有够斗三工的啦，我甲规块桌菜拢包顿来呢。你看，咱办公室哦，比餐厅包厢搁较舒适。我若干一点落哦，就亲像咧食烛光晚餐，有够浪漫的。好啦，你莫阁油头革命啊啦！你这个面哦，不管食啥物件，拢是苦的呢。来，食一嘴好不？来，我真正食袂落啊！我一想到拄则伫个餐厅，互陈老板洗面，互伊安尼创空，我就……伊甲咱洗面，我嘛敬伊一杯酒，甲伊面哦洗啊真清气啊！油头，人即马是伫咱个后壁，又咱个后脚，你阁笑会出来？地花，伊若有在调，叫咱后脚，就代表咱个脚徛袂在，脚若徛无在吼。早排跋倒呢，较早跋倒，嘛会当吼知影问题出伫倒位啊，安尼嘛无啥唔好啦吼。学公傻。我要讲的真简单啦，今日迄个厂商哦，若是予陈老板扭去，就代表伊毋是咱的朋友，咱就无需要甲伊合作啊。电动哦，爱找新的合作对象。啊，不过伊若是继续扭咱的后脚是安怎？就继续找啊！不管失败偌济届哦，只要卖放弃，我相信咱一定会成功。我永远拢讲没压力，免烦恼啦！日头出来哦，乌云就过啊。我就是日头，咱也成功。好，好啦，来食饭啦，好。哇，这块哦，给我上大块，给你。来，我常常在想，我是不是顶世人欠阮爸上多啊？你想安怎讲啊？伊这样爱碰风，爱顶风神，啊，常常布一大堆麻烦，拢是我替伊想煞。我就是予伊惊着，我才会这尼啊拼性命趁钱，嘛害我的个性变到这尼爱计较。你这好种哦，高拍算，无啥唔好啊。人拢讲我爱计较，你是为着安慰我，才会讲我高拍算。你想看卖，咱合作创业到即马，啊为着咱两个个性想法无同款，已经冤过几啊届。敢有啊？敢无？你大大细细代志，你拢要讲情讲道理。啊，有时阵我要予工人便当较歹一点啊，你就对我生气。还阁有一届，阮爸大主大去标迄个工程，啊根本就趁袂着钱。你为着要告伊的面子，赶快也是接落来。啊，今仔日的代志，就是因为你想要报答你当处长的温情，才去支持着陈老板。你这样就是安尼啦，莫讲趁袂着钱，就算是了钱，你嘛要顾着家己的完整。歹势啦，我这个人吼原则较侪，害你拄仔食苦。啊，不过吼，我旅游岛上大原则就是友好甲听宝，我会认真拍拼，互你幸福啊！丽华，你一定要对我相信，吼。我本来就对你真有信心啊。啊，叫你娃是啥啊？我去开门。队长，李董事长，来得坐，来得坐。李董事长，请坐。真正，这样嘛，搁咧接我。啊，是啊，是啊。啊，李董事长，你敢食？做伙来啊。好啊。哦，我去摕碗。啊，不过我要食饭的之前哦，爱先把钱给您啦。阮公司的会计啊，替我抓着，啊，公款啊，开到剩一半。开到剩一半，啊，钱是开去倒位啊？钱开倒位对我来讲是已经无重要啊，啊，钱开也摕袂倒来。好在还佫留一半予我，
啊，若无，我唔知要去倒摕这条钱啊，来幸运啦。李董事长，恭喜你，嘛真多谢啦。你这样守信用，需要钱提来还我。恁家开始咧创业，家己话足困难的，想袂到我发生这个代志，一挂老朋友啊，拢想甲你。想袂到恁阿母竟然还佫愿意来听话。因为阮阿母讲心啊，阮拢知影食果子拜树头的道理。丽华，我爱甲你说多声。我听尤托讲，你听着我有困难滴咧。反正转来佮买遐手箱，过桥拆桥板，佮叫尤托啊，一定爱听话。我心内想讲，应该爱好好甲你说些多声。对啦，恁阿母这么重情重义，以后一定真有前途的。我相信你的事业会愈做愈大。安啦，恁有困难点是无？啊，伫阮丈人哦，接到一个公家的工程啦，啊需要铁棒，到即马啊找袂着货呢。有道啊，我后悔。啊，真是啊！我别了一只大只游轮，明暗十二点就会入港啊，一切啊，我拢安排好势啊。即嘛，啊，欠一个买主啊。我看吼，这买主我已经找到啊。李董事长，多谢，多谢你啊！真正麻烦你到三江啊。莫来讲啦，我甲尤托同款，食人一口，倒爱行人一道，尤恩倒爱低保啦。李董事长，真是多谢你啦！莫阁再讲多谢这两字啦，我为着要送钱过来行人，到即阵还未食饭咧。啊！李董事长，坐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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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家坐啦，加油，加油！只要跟陈家辉有关系的事，伊拢特别要紧。大概过年过节的时阵，我拢会特别艰苦。我真正足心酸，别人有爸爸妈妈陪在伊的身躯边，做伙食年夜饭，过父亲节，过母亲节，我什么拢无。你即马做想要找到你的亲生爸爸妈妈吗？无你讲，因真正有什么关系？蠢人嘛！你讲到秘书，敢若家辉是你的后生同款，你是咧讲谎是毋是啊？哦，无啦，咱两个遮尔啊甲栽培，伊就秘书咱后生同款啊。那是陈家辉，真正是陈俊男生。只要我找出证据，我就会当对付伊。到时阵，就算伊想要甲我甲亲像代志讲出来，我嘛唔惊。对，我一定要赶紧查出伊的身份。丽华，啊你愈这么大力，我看还袂洗清气，地沟都哩愈破呢。你莫伫遐拍呐，丽啊！今日天气遐尔热，我到壁间安尼大力刮、细力刮，真正有够辛苦。我替你擦啦，啊！算你有良心。这是应该的啊。啊是讲哦，这个地沟真正这么歹洗啊？是啊。这是妈替天主伯啊抓重要的时阵用的，
啊，时间一久就变甲安尼，安怎洗拢洗袂清气。啊，算了去啊，先莫洗，等来再处理。等来。我无要出去啊。嗯，无咯，你要做伙出去呢？莲花，政府工程的铁棒哦，几个工就要交货啦。我应该你当初约话，去工厂看进度安怎？卖啦！我爱带你做生理，爱调集周转，爱走三点半，等来厝的搁爱款厝来爱煮饭，我真正有够忝的。要去你家己去，我无要去。你当初对遐你是女主角呢？啊，顶个咱调货，互伊周转，互伊渡难关，伊都一直在我面头前哦，讲你是一个哦有情有义的人呢。啊，你无要去，我无靠山，我是要哪应付啊？伊敢真实哩安尼讲？真实嘞，行啦，走去啦。啊，不过这地果，转来我再录，好、哦。来来，你讲的啊？我讲的。李长兄，厝的进度应该无问题啊。你放心啦，我答应的代志绝对袂停啊，一定照约束的时间哦处理。绝对让你交费，一定会当过关，而且大家会收的是行情价。哦，咁就是嘞。当然嘛是真的啊，我表恁哦加赚一半。多谢你啊。对啦。哎，哦。哇，你完了无？无啦，啊，着踏着铁棒啊，鞋仔去雨铁刷挂着啊。啊，这地刷敢不当我啊？当然卖用的啦，这我也卖得掉啊。多谢你啊。好，别啦。啊，你提这要送啥？第一次哦，你有知影？好，你到底在创啥？真正看无呢。卖这个条件，等一下你就知影。哎，好啊，来，给我来。目睭变个金的哦，我要开始变魔术啦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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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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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哇，快点摸，快点摸！哇，形象这么厉害哎！哇，嗯，你看，两三个手啊，都清气溜溜啊。是啊，嗯，超够侪。对啊。啊，迄个店嘞？迄个店哦，妈讲伊安怎洗拢洗袂清气，试看卖。好。来哦，变魔术哦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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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哇，有看到无？真正真有效的呢。刘涛，这样你好的物件，真正是厨房圣品哎。我咧想哦。全台湾每一个家庭都应该有一个才对。对，我就是安尼想啦。你想看卖哦，铁啊计是吼起起落落，啊虽然利润较好，不过风险嘛真大呢。若是拄着吼铁啊计是无好时阵，了啊烫吼嘛是真有可能呢。是啊，顶届铁啊落价时阵，咱差一点仔就扫着红台背啊。是啊，啊你甲看，这种铁炉啊是每一个家庭都足需要。那是全台湾哦，每一个家庭拢买一个，咱就趁钱哦，趁个是细细啊。嗯，卖娘真讲哦，一个铁路啊，趁无偌济钱。啊，不过那是会当让全台湾每一个所在拢买得到，那恁咱就会当为台湾淘趁个台湾买，而且搁趁钱趁个无人知。嗯，就是啊。安尼，你有做配合恁阿妈？
老公，你最棒了。人家就厉害哈、哦。嗯，一点就看懂。嗯。你说，你这来啊？嗯。啊，什么代志让你欢喜啊？是不是丢大家乐啊？甲丢大家乐差不多。啊，不过我要谈的是价值。这是你弟兄研究出来的厨房圣品，会当轻轻松松就甲店弄甲清气溜溜。哦。所以，您拍算要做这生意，无爱做铁棒啊？铁棒生意当然继续做，这算是关系企业啦。哦，这听起来哦，敢那袂歹哦。是啊，玉顺，我是在想，那些当地百货公司做这专柜，来卖这铁炉啊，一点都赚大钱。所以讲，当然麻烦你去探听一下，大中百货的专柜做几个月是要偌济？哦，李嫂，我认为这铁炉啊，无适合在百货公司卖啦。啊，那是伫个干妈店，也是五金行哦，较适合啦。嗯，歹势，我无多跟你斗三工，我先起来休困。有顺真正有够奇怪，无爱斗三工准拄煞，佮讲伊种话真正有够无意思。嘿，较细声个啦。啊，大众百货啊，是有顺雄心的所在，伊条感情哦。伊也未惊出来，所以不才安尼。我唔是挑故意，敢有需要遐尔敏感？我唔是讲叫伊去找因总经理啊。好啦好啦，无代志无代志。啊，不过哦，你拄只讲到一个重点哦，这个物件哦，应该爱人人拢买得起，所以为地方去推销玻璃卡比百货公司搁较好哦。哦，那呢？应该为都已开始。阿姑，来啦！来，赶紧试食看卖，看有好食无？试下来啊！好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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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食！哦，这样很好，哪里有够胖的啦？小绿啊，哦，你够老菜嘞！哎，歹势，来阮兜煮米粉汤哦，不哩炒红葱头的。即款红葱全甲掺落去，煮开汤头就伫香滚滚滚滚白。哎，唔是我咧炒蛋的呢，煮米粉汤真正有真功夫的呢。即款红葱头、红葱全甲掺落去，煮开汤头吼，绝对安尼可啉嘛，啉落过咧甘甜甘甜，愈啉煞愈爽脆，就亲像我咧溜白做人共款，好大家乌龙盖得志哦。哎，乌龙盖得志哦，好。啊，即卖你溜白已经表现爽，我即个你溜慢慢来表现者。好，啊！大家婆媳个过来一下哦，来，切！哎呀，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！哎，来，背个开了哈，又个倒来，一只掉一个，哎，啊！那热天时的时阵哦，咱大人上烦恼什么？上烦恼迄囡仔安尼无胃口，哦，啊！人是咧讲，讲迄咖喱开鼻有无？所以。大娘哈，我即摆欠胖一个哈。哎，欠胖一个。哎，来好。插飞机啦。飞机啊。哎，啊，插飞机来，大娘，插飞机哈。啊，改这咖喱炒酱对无哈？甲掺落去。咖喱就甲掺落去。对，好，来，好，来，芹菜甲加落去哦。就胖个吼。啊，脆我有酷酷地无哈？哦，来来来来，两米好，两米好，两米好，随好大家试一下，两米好，两米好哈，好来来来，一票，哎，来哦，来来来来来，试一下快买，先试一下快买，来来来来来，来来来，啊，个大家小讲者，这咖喱炒酱安怎？不管你是炒菜、炒肉、炒肉丝，哎，炒啥物件，哎呦，方法拢真简单呐，搁袂吼增加你做料理的时间。煮干就好食。嘿，阿瓜金。嘿，丽华。哇，阿店的经理恁遮老嘞啊！哎呀，对啊。啊，你那是今个想讲哦，阿店都已经开啊，对吧？啊，就只厝边隔壁吼，来只到老嘞，煮一罐物件，互恁试一下看卖嘞啦。哦，恁真正是大方诶。哎呦，阿头俩家吼买一百米啊，阿哥再讲哦，咱哦做生意趁钱。
本钱总是要下落呀，对不？优托嘛是安尼讲的。哦，啊，优托的个性哦，跟恁阿弟们是同款，伊巴肚内底哦，都那想过免怎趁钱啊。啊，优托真巧啊，对不？倒位有钱，哪位倒位去啊？啊对啦，啊恁最近生意安怎哈？啊，袂歹呀。阿姨托这人陈叔阿金讲的，多位有钱赚，就等位多位去。就像就今日，我去工厂的时阵，迄铁锁挂着我的鞋啊，啊想要到优托就想讲哦，把这铁锁收收的，等去厝。这啊，我要摕去卖啦。这，哎呦，哎呦，那贵气啊！哎呦，这些对啊，这些哈，哎这哦，嗯，会当洗点。哦，这洗点啊，嗯，我当作洗面的。啊，不是。这鼎真正是洗甲清气溜溜的，我甲尤托伫咧厝有试过，迄鼎本来是乌嘛嘛，摕这露露的，一时啊就金细细啊。哦，哎，安尼听起来不哩好用嘞。哇，啊，今天阁吃拄啊好，今天我煮物件，只试一下，等下我再摕这来露，那露了会清气吼，吼，无死狗啊，咱只厝边隔壁都拢甲你捧场啊。哎，好啊好啊，多谢阿姑。阿姑是汤家姑老贵嘞。没啦。没啊。没配音哦，没配音的惯。来，您看，这乌鲁龟、波鲁龟所在差偌多嘞，有好用无？哇，好，来来来，再提转去，啊，试用看卖，有好用爱找我买哦。好，来来来，拢有拢有拢有。哦，今日大家真欢喜的哦，啊，有吃够有抓呢哦。对啊，有你买啊。啊，我刚来从这家看看代志吼，啊，较食饭的呢。哦，哎呀，免哪就讲，免问伊啦，我即摆就已经跟你讲，以后吼就定期办这种助教的活动，你大家讲好不好啊？好。阿瓜金，今日真正就多谢你。那不要客气，丽华，爱叫优托吼，较认真较拍拼吼，以后甲你那金吼，拢会定期办这种礼品的这助教的教室，是搞你甲优托吼来现场来买就好。好啊，多谢阿姑。我今麦就登记个 YouTube 公仔好消息，嘉玲老来用啦，啊，是好用哦，我再提过来。哦，多谢你，别啦，我先来走啊。好，感谢你哦，好好好。哎，雷华记，小妹，别走啊。是啊，松江啊。哦，拜拜，拜拜。阿华记，多谢你啊。哦，好好好。哇。阿金啊，阿黑霞。不，啊，都请雷华提来，都铁路啊，铁路啊，种球啦，啊。别拄好哦，我拄仔咧办这个主食，迄个何家咱厝边计嘛试食，哎，订了乌噜噜，这噜两个啊，都急死死啊！对，咁真是啊，当然啦，这么厉害哦。嗯，阿妈，阿伯，摕去先生因家小卤食。哎呦，阿金嘛，我唔是因家的媳妇啊，摕这是要创啥？嗯，那我要紧啊。嗯，阿金嘛唔是哦，以后一定是啊，对不？好了，摕去摕去，摕去好好表现，做一个好媳妇哈。那又果是你啊？当然是我。你甲亲像，但是还未交代清楚。我是要交代啥？我早就已经甲你讲清楚啊，是亲像家己找我来高高甜的，不是我甲骗，跟我无关系。我不相信。你是歹心，徐三。你有钱，咱即摆就来去找亲像，甲代志交清楚。讲你以后未阁甲伊见面啊，安尼我才会相信你以后未阁甲伊高高甜。行。凭什么要求我跟你走回去啊？特别我爱伊，我无想要看到伊受伤。哎呦，我真正就无想要来找阿兄的。啊，想到伊迄种硬准家己活了不起的态度，我就生气。我的水母啊，你都较委屈。啊，小哥，我妈即马跟你烦恼阿兄甲小新厝的代志。咱做事时啊，都应该厝边斗三工关心一下。因两个人上好是已经分手啊，那无我绝对袂放手。我好家在做唔对代志，唔是我。啊，那无我一定让你听一下，爸，这样就够无咧。抓紧抓好，千万唔通抓到。我系水母。生得好。抓
行行。就凭你爱，你哪会这么单纯啊？你莫看卖人是不是爱你？我警告你，你最好莫来掺我的代志。我是无可能不管的，你欺骗伊的感情，佮讲一个话无的，咱不了伊。我是无可能让你这种人来毁掉伊的人生。你讲我骗你骗，真骨骗，真骨在倒位？咱即摆就来去找真相，到时阵就会知影，到底是你主动还是伊主动的。行，我现在要跟你做伙去啊！你莫开心，好，我就把你所有的代志拢压出来，看到时阵议长还佮议长夫人要安怎处理你。来了。阿，那两个人敢是阿兄甲陈家辉？是啊，阿姨在讲啥？你讲我去甲动手啊？进去看卖。你怎去啦？安怎？啊？想要讲啊？照你讲话啊？想好讲，让全世界拢知影。安尼大家知影，是亲手主动来找我哥哥订的离婚，就故意妨碍家庭，你著家己的未来毁掉。照你讲啊，去讲啊！人奈在哭，奈在逼逼啊！安怎？敢讲什么？敢讲就卖中文咯！李友志，李友志，你开门！李友志，你开门！你搞老车！李友志，你开门！那是你啊，家辉啊！你拄则讲遐话，什么意思啊？无什么意思。哎呀，等下，刚刚我遐只嘛，佮谢清秀做伙，你嘛知影这件代志？敢讲，你嘛替李友志稳活，你哪会当在做啊？我嘛是惊去伤害到阮大嫂，而且我遐嘛给阮保证啊，伊绝对会离开谢清秀。这真是无讲出来啊！什么离开？伊根本都无离开。我前两天，我前两天才看到伊两人在下口乱来乱去。你有痴情不守这精神，竟然欺骗伊感情。我就知影谢清秀这查甫人，无可能这么简单就放手。奇怪呢，伊根本无把咱顶该讲的话藏在心肝内。看来这个谢清秀。根本无愿意离开阿兄啦！这给你吃，真正有够过分，把咱当作三岁囡仔，赶快遐尔好骗。袂用的，我无法度吞忍，咱起码要去教训。行行，你想要创啥？哎，别想要欺负亲兄啊！到今麦还阁敢往遐咧勾勾滴，唔是甲你警告过啊？你是听无？家辉，志雄，唔是我带伊来遮的。我甲有一个代志，你无资格管。谁人无资格？阮海雅是阮的亲人，你今麦咧破坏伊的家庭，你知无？好，你今麦愿意甲伊当作是你的亲人？阿姨，真痛苦的时阵，恁人伫倒位哈？你莫后背牵拖哦，你即马就讲好清楚，你要甲伊分手无？这个问题，你应该去问伊，不是来问我。吼，恁两个人真正让人愈看愈火大。
你即马就缀我转去，找阮阿兄讲清楚，到底是谁甲谁勾勾的？行。你冲啥？哎呦！你我转去啊！我快好无啦！来啦！咩啊？你真吵闹啦！哎呦！嘉伟，你是卖管啦？我讲话啦！真丢脸！卖真吵闹！哎，电话！你挂了吧？嚣张吧！谢谢。老梅花，安娜。你有自己本事，承受这么大的苦力，跟他这样讲，我代志你免你管，因为我爱你，我哪有可能不管你？你为这本事付出这么多，我敢这样无尊严？你敢不知影我看，我的心偌痛？好啊。你无需要对我这么关心，你无需要对我这么好，我家己的代志我家己处理。真相，你若是跟我作伙，咱两个人会当公平正大的。你若是跟李友志去分手作伙，你当头来安排。敢讲你想要过这种生活？你这是讲啥话？你讲啥？我不想看到你，你走。我抛弃你啊，锦绣，锦绣。你走啊！我不想看到你走啊！锦绣。我再见了，锦绣，你走啊！锦绣啊！走啊！小美，啊，陈老板，你落雨搭地免洗车啦，等好天天就别家己洗就好啊。不要紧啦，肥娘我多好有用啊，而且哦，我阿金讲哦，用这啦，用这铁路啊，啊，凊彩路路的哦，路两个啊，就做清气啊哦。哎哎，这那个，哦，啊，你用铁路还要洗车哦？是啊。哇，你用这个铁路啊哦，那个路落去，这几台车也插到花巴里鸟啊。啊，是哦，啊用这些会当擦咯。啊，歹势啦。哦，这春生嘛真害，啊落雨搭地，搁乎你出去洗车。爸啊，你莫怪春生啊啦。啊！伊就伫咧灶脚煮物件，伊就讲伊交我的衫哦，会去包着油烟，啊，就叫我坐伫遐遮等啊。我坐伫遮伤过无聊啊，
所以我唔只想讲哦，要去替你洗车，啊，而且今日落雨天呢，佫会当省水啊。爸，回来啊！先生。小妹。啊，直接汤啊，啊个铁路啊，啊你是去洗啥？小妹，你讲提铁路啊，要甲我洗车啦。哈？提洗车？你免紧张啦，伊还袂洗完，我就甲冻咧啊。哎，好佳哉！那真正用这洗哦，我看车都爱烤菜了啦。是讲你嘛伤寒嘛？你若想要用这个洗车啊？啊我。汤你滚，无去来看嘛嘞。啊你搁烧这些，等下吼都当食。好，赶快来，赶快来。啊，天道伯啊，顶摆哦，我看你变瘦做太高呀，我今嘛该露露呀吼。咩啦，小妹？别紧啊，你直接休困啊。来，汤哥，好，谢你，谢你修啊。哎，啊，什么人咧？啊，都铁路啊，提咧，讲要入去洗腐肉精啦，啊，可能洗了真功夫的款，啊，洗只久还袂出来，你入去甲看下咧，啊，好，好啊。洗好啦，洗好啦。哎，紧坐，紧坐。天长辈啊，我家迄边上哦，拢弄个足清气哦，啊，今毛是安尼金光闪闪、水气清掉，等下你入去时阵哦，千万别惊着。多谢多谢。啊，是讲你录遐尼久啊，是用咧录啥？啊，我啥物嘛拢录啊，全部我拢录个清气溜溜呢。啊，我看恁的衫哦，拢藏伫遐，所以哦，我摕迄洗衫粉哦，拢甲衫浸起来啊。你是在画啥啦？哎呦，大你嘛好啊！这衫若是要浸哦，色最深的甲色最浅的啊分开来浸，啊若无衫是去倒着呢，你也看变这色啊！歹势啦，我就唔知。爸，你看，白衫变红衫。无紧啦，无紧啦，红水乌大斑啦。哦，无紧，无紧。天都白死的啦。哎呀，无紧啦，啊你甲春春的工课拢扣去做，我欢喜就袂赴啊，袂怪你啦。是啦，我嘛是欢喜啦。是讲吼，我甲你拜托者，你用说你若想要斗三工的时阵吼，你先好参详一下，好不好？好啦，好啦。好好。哎呀，天早拜春香，啊，恁先食这绿豆汤，我得去洗碗啦，吼。好好好。袂烂，哎，绿豆佫甜酷酷都烹出来给咱吃。啊，你喙齿有安怎无？好佳哉无斑去啦。是讲哦，啊嘛伤甜。是啊，顶届吼是拍死袂的嘛，即个是拍死袂疼的。爸，这小妹这么憨蛮着，我若真正带伊结婚哦，我看你后日都爱烦恼啊。嗯，烦恼啥？啊，像你才讲我都嫁伊啊，何况是小妹。你讲嘛对啦，也是讲哦，牵我这只牛吼都已经真忝啊，以后吼你若搁要牵伊，我是惊你牵袂顶当。这你放心，恁爸自细就牵牛做田的，吼，啊若讲牵牛嫁牛吼，我上内行。妈。啊！你叫我回来有什么代志啊？妈，你还怕我？我问你，你是不是要跟青秀做伙啊？无啊，我早就已经跟伊分手啊。别个骗啊！我今天去病院洗的时阵，拄到家辉，伊拢跟我讲啊。是阿兄，你真正是足无良心的，表面上讲已经分手啊，啊，私底下是同款在偷来暗去。恁两个。那真哩爱管闲阿叔啊！那不是为着嘛？你若准讲，阮食饱时要去找你哦。家辉就讲，伊拢已经看到啊，你的黄嘛已经证实啊，
你还讲无？妈，我真正早就已经跟伊分手啊，啊，不过伊就唔甘愿，要继续跟我哥哥缠啊。阿兄，啊，你真正是讲一套做一套呢。啊，高飞讲哦，你甲亲像讲啊真歹听，结果诶，你搁去找伊跟伊哥哥缠，你哪会当安尼糟蹋人啊？我无啊，妈，我是冤枉诶。幼稚啊！你甲清秀的代志，我无想要讲出来，迄是因为我会惊去伤害到更加济人。我真正想袂到呢，你愈做愈超过，愈来愈唔是款。妈，是清秀啊，用性命威胁啊！我讲，我若是无过找伊，伊就要给我好看，我惊想袂开，唔知安尼。咁真正是安尼啊？是啊，代志变安尼，我嘛无愿意啊。妈，伊即马讲的拢是白话，只是要维护伊家己，你莫相信伊。李有土，你莫听西洋妈，我哪有讲白话啦？妈，你得相信我。自你刚甲我讲过以后，我就真心要甲离婚重新开始。妈早就已经甲亲属分开啊，啊，不过伊唔甘愿，我嘛无法度。就因为人无愿意跟你分开，你就有理由安尼光明正大、双脚踏双船。跟你无关系，你掂去啊！不是啊，这件代志是你惹出来，你都要赶紧想办法解决。你安尼伤朋友，不是办法啦。我知影，啊，不过处理这种代志需要时间啊。唉，啊是安怎所有的查甫人拢会晓讲这句话？甲厝内底人讲需要时间去处理外口的查某，佮甲外口的查某讲需要时间去离婚，我看根本就是想要拖时间继续享受。老丽花，你莫讲话哦，无人甲你当作野狗。幼稚啊，丽花讲了无唔对，这是我最后一次警告你，代志唔赶紧处理你的。自己要亲身来去找先生甲先生，这件代志我都讲予你知，会发生什么后果，你家己负责。妈，你袂当安尼做，你安尼做会把我毁掉的。我刚讲，你爱我目睭金金，看你去毁掉别人的人生哟。先生，啊，你好。来得济啦，多谢你。啊，唔知啊，今麦这个时阵来找你，会甲你交流着。袂啦，请坐。啊，多谢你。你今仔日来找我，有啥物代志？我是安怎会来找你？你应该知影才对啊。清秀啊，阿母来是要甲你核实的，是我无甲幼姐教好，才会让幼姐做出遐尔无负责任、佮伤害你的代志。啊，真正就是的。你莫安尼讲啦，啊，我甲尤姐是互相依赖，尤姐无伤害我啥。你会安尼讲，迄是因为你还佫足少年，你还佫足毋捌代志的。一个查甫人，这一生，若是无一份属于家己的感情，正常的感情，伊一世人是会后悔的。我唔知影虾米叫做正常，是一个已经无爱情的婚姻叫做正常，也是一个真心相爱的感情叫做正常。啊，无敢讲，甲一个已经结婚的查甫人做伙，这才叫做正常；破坏人的家庭，才叫做正常。清秀啊，一段感情
那是得不到大家的祝福，大家的认同，这是绝对没有结果的。你都要听阿母的劝告，等代志还未逼空的时阵，赶紧跟尤姐分开，安尼才袂造成恁两个上大的伤害。想讲我跟尤姐没有结果，尤姐有答应我，只要伊得到想要得到的事业佮地位，伊就会跟我做伙，伊就会离开离婚啊。青叔啊，尤姐讲的话你还要相信？假使伊若是真正爱你，伊就应该放弃所有一切，随公开你甲伊的关系，甚至甲离婚离婚，都好参照离婚通知时，为着要甲伊做伙，甘愿放弃这所有一切代志，这才是你要甜的爱。青叔啊，有一件答应你的代志，伊根本都做袂到。青叔啊，我是有一个妈妈。敢讲伊的个性，我不了解。我相信有姐一定做会到。因为有姐爱我，伊绝对袂骗我。伊较早毋是相款是爱离婚的，啊结果呢？你看伊即马做出甚物款的代志？当初是当初，即马是即马，人拢是会改变，有姐当然嘛是会改变。我会继续等伊，但是有一天我真正等袂落啊！我会害伊离开离婚，离开陈家。到时阵你都袂讲，阮两个人是无正常的男女关系。恁阿拢干阿想着你家己啊？哪来离婚要安怎？亲像你袂影遐尔啊自私，我一切拢是为了友情，你根本都不知影。伊伫咧陈家受着偌济委屈，伊一点仔拢袂快乐。既然安尼，谁人阁要维持这种无快乐的婚姻？是伊家己的选择，后果本来就是应该家己来承担。你敢知影？又是谁人来跟我作伙？是因为你等家受到糟蹋，更无聊，你需要安慰，所以才会来找我。你可有看到，一切人伫遐伤心，感觉我挡袂住，所以才会当用酒麻醉伊家己。你无看到，也无讲我有。阿哥。敢会当用这压力来做借口，去做这款无道德的代志？亲像啊，有一下安尼做，敢有法度让你要滴个安全感？亲像，伫阿妹目睭内，你是一个真捌代志、真温柔。个真水的查某囡仔，你是安怎袂去追求你生命中你应该得到的感情？你是安怎甘愿要伫人村呢？搁再讲离婚啊！离婚伊是把你当作伊上好的朋友，伊遐尔信任你，你哪会当安尼反背，做出遐尔伤害伊的代志？我到即马也毋知影反悔，我是安怎要反悔啊？我坚持我家己的价值，敢唔对？按下安尼破坏人的家庭，敢讲得对？小杨，我上班时间已经到啊，我要来上班了。我有时间照顾你啊。休息吧。阿母要是想要控告你，趁代志还未逼空的时阵，赶紧甲幼稚分开。啊，若无到时阵会发生什么代志，咱无人会当知影。我已甲你讲过啊，
这段感情我会坚持下，请你别管。林静蕾，做年轻拢做啥物活动啊？阮公司的化妆品卖到上好。阮公司啊？是大众百货化妆品卖到上好啦。啊，针对化妆品有满千几点送赠品活动。啊，另外，因生活用品的销路嘛卖到愈来愈好，餐具飞捷的锅子，还有几挂寝具哦，也会推出特惠活动。袂歹哦。听起来有做功课哦。当然啊，今年就答应啊，都要好好做，做你考试。我只是给你重点复习，到时阵给你考试也不是我。讲真经的啦，啊，到时阵哦，咱去提案报告啊，我若是拄到伊哦，可能会紧张，啊，紧张到连话拢讲袂清楚，你得帮我斗相共的。无问题，我绝对会给你斗相共的，我会伫伊边啊加油打气。加油加油加油！什么意思啊？啊，刚刚你要我负责讲提案？是啊，这摆 case 我打算和你独挑大梁，你是主将，我是副手。哎呦，哎、欸，我伫面头前安尼提案报告，我哪有可能做会到啦？哎、欸，相公你做袂到，我对你有信心。大众百货你比我较熟呢，梁总经理你又是熟到不能再熟，这 case 哦。得由你做主，拜托的啦，莫跟我勉强好不好？啊，你不是有讲过，咱是 partner 啊，一定要互相斗相共，唔是安尼伤害啊。我若是继续和你斗拼落去，我都唔是咧跟你斗相共，是咧害你。而且这摆 case 是一个足好的机会啊，会当让你用另外一个身份去面对梁总经理，你就会较勇敢嘛。要定着代志，无你想的这么歹啊。也毋过我刚才收到甲伊见面的画面哦，我着规个头壳拢空空，啊，搁较莫讲，伊徛伫我面头前，我甲伊提案报告，哪有可能啊？不管有出现也无出现，你的头壳嘛拢空空，为滴死马当活马医啊！志强，何帅，周经理，这本杂志给您做参考。等下可能吼，爱请恁过去大众百货一撮。等下爱去大众百货？嘛唔对，飞姐佫有新的锅具要做行销，等下恁着先去大众百货的飞姐专柜看卖，先煞了解一下。咱即摆的电视广告做甲足成功的，音乐若是主要广告，就会想到我佮有存啊。恁两个吼，即摆是咱公司的金鸡母，公司今年的业绩会可以啦吼。无问题啊。我一定会加油的，对吧？好啦，我先来去无用，您加油哦。啊，等下什么时阵要去大众百货啊？好啊，五分钟调整心情。莫讲我对你无好，我给你十分钟。刘春。你敢知影我做信任你的？哼，你不是信任我，你是在苦读我。你讲了无唔对，苦读你就是信任你，
因为我相信你绝对会当通过每一届的考验。当然的啊！你拄才讲的话，什么意思啊？这届我拍算要让你一个人去飞捷，看新的锅具，坏了再给我报告。我想要吃冰啊！你帮我一个人，我那是看到伊是变安怎？你那是一个人，我无法度来大众百货。那恁以后，你变安怎伫梁总经理面头前做简报？这是两回事。你心中的大魔王，是你家己想的。好啦，你加油，我想要吃冰啊。不要，你真不要，你真正不要来啦！我等你的好消息哦。拜托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总经理，拍摄拍摄，何你等遐尼久，拍摄。袂啦，是我先到啦。啊，咱刚有你尔，啊，迄位高志强嘞。哦，伊哦，伊着煞啦。啊，天气足热个啊，人无爽快，所以干焦我来啊。人遮少年，真个足袂堪啊。我嘛唔知。啊，对啦，今日哦，我是要来了解产品个特色，等下我们就会当讨论啊。安尼上好啦，阮即届广告吼真重要，恁来好好做。一定一定，我一定好好用心设计。啊，你坐一下，小青。好。盖子啊，请问孙新科做的锅具？哎，是。即摆家庭愈来愈重视生活的品质，嘛愈来愈重视厨房的用品，所以。你去联络一寡厂商，请因加进一寡新的设计产品。是总经理。哎呀，是金霞，我即摆是要安怎？朋友会看到我。李小姐，阮即届讲哦吼，是希望会当强调科技这部分啊，因为啊，阮拢做用心在做。哦。哎。你这穿过哦，设计了袂歹，而且刚好放伫遮就适合诶。这吼是阮进前的主打商品啦。哦，你这一条吼，我就卡伊，就卡伊。那是今日来，一定会把我认出来。我即摆一定要赶紧想办法离开。小姐，我继续跟你讲阮的制造理念啦。哦，张经理，你讲了足详细啊！啊，我想吼，我应该早两个鼎转去研究，安尼对广告设计有帮助啊。好啊，李小姐，啊，你真正足认真嘛，足有心的呢。啊，无这两个鼎，你就先早点去公司。其他的哦，我请人给你送过。多谢你啊，多谢你。好，安尼，我先来走。那安尼，我先去联络啊。好。刘经理。刘总理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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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今天你哪有来？我甲长盛广告公司啊，设计师约好，要来讲产品的代志啊，啊，拄我讲了尔。哎，就是迄个啊。
公司哦，真正袂歹。顶回啊，设计师甲业务都爱拍广告，效果真好呢。啊，因的创意嘛真新。啊，阮即个有新的产品啊，请因继续来合作。哦，这间广告公司确实袂歹，甲阮大众百货嘛有长期合作。我相信你即个过去找伊，伊的表现应该真好才对吼。是啊，阮嘛是安尼想的。哦。对面的，拍摄，我还有代志要处理，过年咯。好，多谢大家。向南，向南。我是叫你去找张经理问产品的代志，啊，那把物件包包落来啊，啊是你头伤严，把你拍到头壳拢戆去啊。啊，不过你拄只安行起来，甲大神婆同款的，就好笑呀。我拄只拄你去无偌久啊，就看到伊啊，想拢想袂赴啊。我阁无是要得罪着张经理，你再找借口摕迄两个囝仔回来。我要载你去个载遮个物件，我是不要骑车啦。哦，你真正有够找麻烦的呢。你搁跟他讲哦，拢嘛厉害。咱若是做伙入去，根本发生遮个代志。这就是人咧讲的墨菲定律。你越不想要发生的事情，越可能会发生。谭主力啊，你竟然可以拄到两种经理，结果就真正拄到呢。我嘛唔知影是安怎安尼啊。可能是我还没做好准备要跟他见面，啊，所以我看到他的时候，真正不知道要怎么办。哎呦，顺其自然，放轻松。来啦，继续回家。哎呀，嘴就哎呀，你个弟弟外甥，真正是。我嘴都疼了嘛。干母，那是 partner 呢，来啦，春节可以吃起来。哎呦，你这么卫生呢，吃过跟别人吃。好啦，跟你讲声笑啦，行啦。出来去买新的。你讲的啊？嗯。好，行。等你。你要几支我买给你啊？看优纯甲迄个查甫囡仔有讲有笑，应该是相处了袂歹。照久无看到优纯的笑容，伊过了快乐，我嘛替伊欢喜。有，行，吃饭了。好，就安尼啊。好，吉白。阿慧，阿姨，来，来，来坐。阿慧，是不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有一阵仔无看到你，你哪会看起来这么无精神啊？阿姨，是的啦，我一阵仔较无闲。我时间来看你，你最近好吧？我真好，你唔免烦恼我。难道是你？我以为哦，你伫过了袂歹，啊，我惊讲会去叫了你做工课，唔才无去找你。啊，你哪会看起来受真大委屈啊？虽然工课较无闲。啊！不过我拢会当应付啊，是情绪的代志，对吧？家辉，感情的代志哦，本来就无法度勉强，这种代志爱两个人互相依赖。是情绪，已经，伊已经有男朋友啊，是吧？那呢，你就应该祝福伊，
莫这么无半长啦。阿姨，你唔知影，我这么痛苦，唔是因为伊拒绝我，是因为伊的选择根本唔是正确的。家辉，清秀要做什么选择，迄是伊家己决定的，咱干那会当尊重。阿哥，我明明就知影伊是被人骗去啊，我哪会当目睭金金，看到伊愈聊愈深？你哪会知影伊去被人骗去？家辉，你袂当因为清秀无选择你，你就认为别人会去欺骗你。阿姨，唔是，我唔是为着我家己，我是真正。真正无法度搁看到伊，还在糟蹋伊家己啊！这到底是安怎啊？家辉，伊会拒绝我，是因为李幼稚。李幼稚，伊唔是已经结婚啊？你女儿啦，现在偷偷在搞我。家辉，你敢有确定？我是亲目睭看到的，而且亲手也承认啊。这个李有志实在足超过呢，正经伊要娶离婚，就会当放弃所有一切。才无外久尔，就安尼乌白来啊！是讲离婚甲清秀唔是好朋友。阿姨，拢是李幼稚，清秀是予李幼稚骗去的。阿姨，你敢会当甲我讲，我到底应该要怎做，才会当予清秀看清楚这真实的真面目？家辉，看你这么痛苦，我就知影你已经苦劝过清秀，对无？清秀啊，明明知影你有这个状况，伊煞无顾虑伊甲离婚的友情，这件代志哦，唔是别人讲讲的就会当做动的。清秀的状况即马较复杂，如果牵连你一定会家来事，我看你哦，看较开的啦，放下这段感情啦。阿姨，我这么爱伊，你叫我是要安怎放下？伊即马若是正常交往，安尼就准愈煞。啊，不过今日这种情形，我哪有可能放伊不管？阿姨。我拜托你，你跟我讲好不？我应该要安怎做，才会当让清秀受到更加大的伤害，甚至解救出来？好啦，家辉，你莫着急啦。你若是要管哦，阿姨跟你斗三工啦。阿姨，你要安怎跟我斗三工？啊，我真正就想要把这个真相讲出来。啊，不过我真正惊离婚，只害受到打击。遮清秀，一定会让人嘀嘀嘟嘟。我真正无想因两个人受到伤害。好啦，嘉惠，我知影你的意思啦。阿姨，多谢你。好啦，你嘛要答应我，好好照顾家己，知无？你即马先回去，先食一寡物件，莫想遐尼济，先休困。我知影，那安尼我先回去啊。阿姨，你唔免送啊。拜拜。
干怎啊？拄只家辉有来找我啦。我想讲，咱真久无做伙食饭啊，啊，唔知影你是毋是有闲，咱会当做伙食饭啊？啊，好，时间地点我再甲你讲。果是啥？高丽菜酱，我尼遐大概若胃疼，我妈就会创这回的。林浩文，这大杯啊，我啉袂完啊。你若啉不完，等下恁太太来，就会给咱点名呀。林总的哦，你好，你好，是我啊，哦，真久无看啊，哎，你好，真久无看啊，啊，你今仔哪有闲打电话给我？有啥物贵事？啊，无啥物代志啦，啊，阮公司吼最近接到飞捷 case， 我就想到你啊，啊，所以专工吼卡一通电话来甲你问好。哦，我有听讲啊，应该合作了袂歹吼。对啊，我搁爱多谢吼。李永飞姐推荐阮公司，啊，我当个想讲吼，啥物时阵会当请你食一顿饭，先做当面甲你说多谢。你太客气啊啦，恁公司的名声一向足好诶，而且咱合作遮尔久啊，这无啥啦。啊，对啦，飞姐这个 case 吼，就是你之前向我推荐的迄个李友春负责的，伊真正袂歹，足优秀的呢。好，原来是伊哦。我是感觉吼，伊真有潜力，是一个人才。啊，而且吼，佫足有创意的。啊，最近吼，佫替阮公司接袂少 case 呢。嗯，迄是你有眼光，找到遮尔有才华的员工。诶，听你安尼讲，我嘛想要找伊来阮公司上班呢。啊，哈哈，刘总诶，你也是真爱讲酸笑。我听讲恁大众百货即嘛是一柜难求呢。啊，有机会吼，我再甲阮照顾一下。你太客气啊，这无啥啦，大家互相照顾，吼、哦。多谢啦，啊有闲吼，一定要出来吃一顿啊饭的吼。一定，我请哦，哦，再见。尤顺，看来今仔过得袂歹，安尼真好。要出来，我看到伊啦，应该差不多要到啊。啊，家辉看我来哦，蛮好嘞。安怎？你是有代志要跟我讲哟？陈俊南，你拢无发现家辉最近心情无偌好？伊可是幼稚啊？不是工课代志，是感情。感情，啊！高伟之前讲讲，清秀已经偷偷来接受伊的感情啊，我拢真替伊欢喜啊。少年人的感情啊，讲变就变啊。伊甲我讲啊，伊甲清秀的感情啊，有出一挂问题。啊，我问伊啥哦，伊啥物拢无爱甲我讲啊。
你若真是关心你的后生哦，你找时间去问清楚啦。好啦，我再来问丽君啦。丽君甲陈秀好朋友哦，我得较知影什么问题啊？你敢确定丽君真正了解陈秀？迄两个大学同窗的呢，而且伊阁是无啥秘密的姊妹仔伴，当然了解啊。姊妹仔伴是啥物代志拢会当分享的姊妹仔伴是？秋瑾啊，你到底想要讲啥？我本来想讲哦，清秀以前无男朋友，因为伊的眼光真悬啊，一般的查甫人伊是无可能接受的。一定要找迄种社会地位真高、条件真好的查甫人，伊才有可能接受啦。莫迪卡，伊即摆身躯边就有这款查甫人出现啦。也是安尼，家辉嘛真适合吧。那是家辉哦，我就唔免这么烦恼啊啦。我伫你找时间哦，甲代志问清楚，看清秀到底是安怎。李白，一定老爷，别坐了，我来点菜啊。阿姨啊，你跟我讲，一定讲啥？我拄则甲恁一定讲你甲清秀的代志啊。啊，我本来哦，想要甲你有志甲清秀偷偷交往的代志，嘛甲伊讲啊。阿姨啊，我不是跟你讲过啊，这件代志千万唔通讲出来。我知影，我想足久啊，啊做唔对代志的人是你幼稚啊，把代志讲出来，嘛会当让你幼稚一点仔假死。搁再讲，代志若是讲好清楚，清秀嘛真有可能会离开你幼稚啊。啊，不过安尼，清秀会真歹做啦。而且丽芬姐啊，莫受到伤害诶。家辉啊，我昨昏就想要问你，是安怎你这么看重丽芬？因为我甲丽芬姐啊，当作是我家己姐姐看待，而且丽芬姐嘛对我真好，把我当作是小弟共款照顾。你免甲伊当作是你的姐姐啦。是安怎？家辉。你唔免所有嘅代志拢顾虑别人，你还替你家己想者。我无法度啊，我真介意情绪啊，我真正无想要看到伊受到伤害。而且这情绪，若是讲出去，让大家知影，情绪一定会认为是我传出去啊。到时阵，伊就更加袂接受我。阿姨，我拜托你，千万唔通讲出去，好吧？拢点好啊！啊，多谢伊。啊，老爷，啊，拄则恁来油膏讲哦，你甲清秀的代志啦，可是安怎啦？是发生什么问题啊？啊，一定，多谢你的关心嘛。啊，我甲清秀无发生什么代志，感情的代志我会家己处理啦。恁少年啊，什么代志拢想要家己处理啦。阿辉啊，你也会记得啦。虽然讲哦，我是院长，啊，不过我是把你当作秘书家己的亲生是同款哦。而且我跟恁阿姨，伊可是同乡的好朋友啦。以后不管遇到什么问题，我会当来找我讨论啊，知无？院长，真多谢你的关心，啊，不过你真啊免替我烦恼。感情的代志，我家己处理就好啊。啊，家辉，啊，恁院长是好意啦。阿姨啊，莫讲这啦，来，饮茶啦，院长。啊，哦，来。啊。各位空中的
的好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主持人杨卡妹。阿妹啊，人一生哦有三项代志要做，家己的代志、别人的代志、甲天公要交代的代志。啊，不过我阿妹啊，甲恁无共，我阿妹啊是甲恁的代志、甲天公要交代的，当作是我家己的代志。譬如讲，你的健康就是我的健康，你的快乐就是我的快乐，你若苦苦受，我嘛就甘苦。那就是因为安尼，阿妹啊，唔只家己开药厂，家己做芍药来服恁大家吃，来服务大家。啊，不过恁敢知这芍药做这芍药真正是无简单啦，药材是非常珍贵，过程是非常复杂，所以我都大量生产。阿妹啊，伫只甲大家回一个系列，今日阿妹敢那炸500罐尔，500罐尔，卖完就无啊。而且看病利用金，包装顶罐有我阿妹的商标，这是正港阿妹卖芍药啊。有兴趣的朋友，紧卡电话。咱的电话是阿罗阿妹啊，啊，哦，伊真正是一支的，假讲的啦，我跟你讲，不管什么物件，只要经过我的嘴咧放上，无可能卖不出去的啦。是啊是啊，啊，你先休困一下，等下再阁继续。嗯，我先来帮你买一个日本料理来好食。感谢你，恭喜恭喜啊！哎，刘总，阿妹姐，来，OK， 这是我的朋友了，哎，来，你吧，你吧，你吧，哎，阿妹姐，哎，来来来，这是你上爱吃的肉干，你喝酒。哦，这么高勒索啊，这 KK 别创啊，啊，来，这，哦，来这，哎，阿你今仔日来这找我别创啊，什么代志啊？啊，是不是约会啊？哦，要找我投资你的公司啊？哦，啊。不是啦，不是，投资也无稳赚的，我就想讲哦，叫你投资，肯定会了钱。嗯，所以这件代志得准做啥？不爱投资啊。好嘞，哈，那阿丽，你今日来创？阿伯姐，嗯，是安尼啦，我想要拜托你替我的铁路啊做广告啦。铁路啊？这铁，你怎会挂人？啊，没啦，要挂人啊！这拢加工过啊，而且哦，这是正铁做的哦。嗯，这个路顶上拄好。嗯，乌噜噜的顶哦，轻轻拄着，就真气溜溜啊。安尼哦，这所以讲这是路顶的。是啊。咦？路顶啊，这是要安怎卖啦？啊，就是唔知要安怎卖，才来拜托阿伯姐甲阮斗相共。嗯，因为阿伯姐你的口才是无人会比的。嗯，那是你愿意甲阮斗相共，放松做广告。嗯，这铁路啊，一定白甲谢谢叫。搞讲话，你安尼讲是上正确啊。这世界哦，无我卖袂出个物件啦。啊，阿伯姐，嗯，那你哦，过年讲我阿姑伫个黎明活动中心，嗯，要办哦活菌株烹饪教学。哦，阿条讲有就一人去啊。嗯。啊！我已经甲阮外公讲吼，先刷去遐白铁路啊。安尼哦。啊，到时阵再麻烦你替阮化白者。好啊，无问题。嗯，我来帮忙。啊，不过，哼，我一个人无够，我恁阿母做来化白来帮忙。阿姐，啊，你较有气势，对唔？哈，大家化白，哎，来啊，苗苗苗来。对，较闹热啦，我一个人无够啦，无够啦啦哈。阿妹姐，嗯，无问题啦，好啦。阿姨，哎，小妹啊，来来来，你别坐啦。好。阿姨，我摕水果来给你吃啦，多谢你嘞。不会啦。哎，阿姨。啊，你等下要做菜哟、喔？是啊，小妹啊，等下哦，老板做一下饭啊，哈。好啊，阿姨，等下哦，我还在给你倒煮哦。免啦，这哪好意思？哎呦，卖歹势啦，阿姨啊，啊你真正甲春生还佫有天作别同款呢，拢这么听话，啊拢唔甘我去灶脚买油烟啊。小妹啊。看你还讲到你嘴笑目笑，你是不是跟我春生做伙啊？哎呦，小妹啊，哎呦，早就把你当作我的媳妇啊！真是哦，
那安尼阿姨，这顿哦，给我煮给你吃，好吧？好啊好啊，等下哦，阿姨来检验，看你有合格无？我绝对合格啦，因为春生哦，甲天作伯伊拢食过啊，而且哦，伊拢食到学了甲会得志哦，真实的哦。嗯，好，阿姐阿婶，就麻烦你，阿姨哦，出来去买饮料，稍等来欠账哦，好。今日你煮啊，甲遮尼青草哦！哦，赞赞赞嘞！哦，那咸嘟嘟啦，阿杜啊，啊你今日是安怎啦？那煮菜煮到咸嘟嘟，搁遮侪盐是啥？你是要讲咸是哦？哦哦啊！哎呦，你太白痴啦！明仔这么大声，我听外口拢听到啊啦！哎、欸，阿杜、嗯，你哪伫遮？嗯，阿伟伫遮无在倒位。唔是啊，阿伟甲阿水出去佚佗呢。啊，你伫遮？啊，咋卡？偷皮物件卡卡稳到啦，真是。阿妹啊，不是贼啊啦，是小美啦。小美。嘿啦。啊，小美，你做干要创啊？嗯，啊，你煮菜呀、啊。哦，这小美煮的。嘿啦。不怪哦吼，这菜那还咸嘟嘟啦，啊。啊啊，是倒一项咸嘟嘟啊？嗯，就这啊。倒一项啊？来来，无啦，无咸，什么无咸？来来来，你来吃我嘛，你吃我嘛，你先空嘞。哦。你吃我嘛。这行。无咸，吃我嘛。啊。嗯，嘟嘟好啊，真好食呢。嘟嘟好。是啊。你讲这嘟嘟好，水波你吃我嘛。你嘴是有是安怎有问题哦？那拢无味啊！嗯，啊，我食是咸咸嘟嘟，你迄是嘟嘟好，啊，你是无味。我知啊啦，我知啊啦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你阿妹啊，你定安尼咧菜内底乌白拉，我等下要怎食啦？对啊。我唔是咧乌白拉啦，我这是专业的啦。我爱搞这盐吼，内面的盐吼老好酸，伊才会当食。若无哦，这个菜吼，拢倒去喷汤，互猪食啦。啊！你老公小美煮的菜那是喷汤诶。那不是，我不是这意思，我不是讲小美煮的是真喷，是比喷搁较好一挂啦。嘿嘿。嗯。小美啊，阿伯阿公你煮的菜先喷，阿伯敢做艰苦诶哦。我当然嘛艰苦啊，啊不过我若想到迄天哦，我煮的菜这么歹食，啊春生哦，甲天作伯啊。哥在饿了我，我想到就愈艰苦。我就讲嘛，大个哦，甲春生拢是假好人啦，对唔？啊，明明哦，小美煮的菜哦，就袂好过，啊，伊就给他饿了。哎。阿妹啊，你是讲煞未啦？阿妹啦，我跟你讲，哎，小美，那是因为哦，你阿袂嫁予春生，吼，因为哦，你阿袂嫁予春生，啊，三不五时去煮一顿哦，伊可会当接受啦。若是讲你嫁去因家啊。伊大家安尼煮哦，因爸仔囝真会起笑，春生哦就甲你离去海口食番薯啊啦。哈，阿伯姐，我感觉哦，你讲了真有道理呢。我今日都拜托你啊，你一定要救我啦，你教我变哪煮菜好不好？好，我咧。煮，哎，小美啊，伊敢那要出一支嘴食尔啦。你若是要学煮哦，阿姨会用教你啦。咁正式啊？当然嘛，正式个呀。
阿妍妍教你哦，迄春生阿哥天祖伯哦，上爱食的菜哦。好，安尼就好个啦。那呢，我要学做迄三层阿爸。无问题啦，安尼就好个啦。我一定要学春生，还有天祖伯，啊，食到感动到安尼流目屎。水，小妹，我跟你讲哦，你若是讲要抓到一个查甫人的心哦，你就先爱家己胃顾好，抓到伊的胃。我就是安尼啦，哦，你阿姨的手艺吼，这么好，甲我抓条条啦，哈哈哈！好啊，那要去甲小妹开啊，哎，来来，吃饭啊，好。哎，等下，等下，等下，嘿嘿，来来来来，帮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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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来来来，才会当吃啦，好咸死啦哦。贵一半应该是甜的啦，哈。新秀，新秀，哎，新秀啊，我拜托你莫唔查我好吧？你敢知影？我这几天打电话给你，你拢无爱接，我心情偌艰苦。邓家辉，我拜托你莫讲哪好不？你今麦带幼童娘阿妈来，哪个无教？连伊妈拢来找我啊？怎？你今麦看到我安尼，你真欢喜是吧？唔是，我真正唔是超工的。啊！不过我真正无希望看到你甲李友奇做伙，我无希望看到你做别人的第三者。我要甲谁做伙，那是我的自由。我不可能会接受你的感情。拜托你紧走，别再来找我啊！走啦！哎，新秀，我不爱走。除非你答应我，你马上离开李友奇。你这个人哪会这么讲不还钱啊？走啦！新秀啊，你听我讲好不好？我袂听，好啊，既然安尼，你要一直跟我哥哥弟是无？好，我即摆就去找内婚，我甲所有代志拢甲伊讲，爱甲你有一张好啊。袂用，七秀，你袂当安尼做。我啥拢袂用安尼做，安尼做你又袂喜欢我。你若是去找内婚者，你两个好姊妹就要变成我收人啊。那是我的代志，唔免你管。七秀。七秀，哎，七秀，七秀，你听我讲，你袂当去找伊啊！七秀，七秀，他说：“哦，他是车祸所造成的撕裂伤跟休克。陈家辉上好是永远拢莫进行，伊就无得听破我个亲属的代志啊。”玉姐，我今晚先给他做了啊。啊，你莫进行啊。脉搏、血压、个体温拢在降低，情形唔是真乐观。玉姐，甲咱白医所有上好的医生拢叫来，组织医疗小组，唔管用偌济资源，一定要甲家辉救倒转来。是，我知影。
高血压头壳受到外力撞击，所有真严重脑震荡，而且佫小可颅内出血，所以才昏迷不醒。假使你头壳内底血块会当自体排出，安尼就无问题。啊，若无，恐惊要动手术。安尼毋是真危险。所以决定暂时卖动手术，先观察一段时间。这两天医疗小组会用上好的技术、上好药啊，全力给治疗。尤姐啊，不管安怎啦，一定要尽全力把家辉救倒出来。我知影。哦，对了，美惠，我等下在家处理，等下回来。爸是安怎伫咧这么重要时阵，无留落来陪家辉，等到去处理代志？敢讲？妈，我要找其他医生来参详代志，你别进来。手机吧。孙楠，我接到电话过来，家辉怎么安怎？暂时无代志啦，你放心啦，我已经中北上好医疗团队哦，在甲治疗。我还是袂放心啦，我要离开看。啊，袂用的啦，美惠甲丽芬怎么在内面啊？甲伊无关系的人，拢会当伫内面陪伊，我这个做妈妈的无法度入去看伊啦。你这么想怎啦？你是要让大家拢知影恁的关系是无？我知影家辉受伤啦，我无法度入去看伊，你敢知影我心内有偌艰苦？你莫着急啦，我跟你讲啦。生意要咖啡厅哦，小休息一下，等我安排好势再跟你讲啊。俊男，你一定要救伊，无论怎，你一定要救伊。好啦好啦，爸，你辛苦啦。你妈跟丽芬回去啊？是啊，因两个伫咧家顾几天啊，就辛苦啊，所以请因先回去休困啊。哦，好啦，阿婆，你去休困啊，我来顾你哦。爸一定是超过伊阿我离开，要有手气回来。马健，爸，我来顾啦。啊，唔免啦，你来为着要救家辉，无用几天也听无啦。你先去休困，等下再来搞晚班啦。啊。好了，我先去休息室，你们再过来。
是越难。